观众朋友，如果最近要到香港，那么您要多加注意了。香港流感疫情升温，昨天香港卫生署表示，一天之内就新增了两起十八岁以上成人流感流感死亡病例。统计，香港今年已经出现了五百八十八起流感病例，当中四百四十七人已经死亡。